啊，这是啥小？八年增加130,000户，2016年、2023年你睡醒了，不、哦，终于醒了嘞，啊、哦，要做了，2023年嘞，哦，哪来的120,000户？睁眼说瞎话，天珠洞，之前 Toys 都馆长都加水，你是把大海都倒进去了是吧？民进党，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功德兄。哦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打居住正义。啊，你这么会讲，啊，你们民进党这七年做了什么？你做这七年干那么久了，你要做早就做了，你现在要讲这些话，又要骗人是不是？关于第一点，我吐一下。你现在睡，你睡醒了哟？不是啊，你睡醒了哟？你醒了？2016年、2023年，你睡醒了？不、哦。终于醒了嘞！啊、哦，要做了，2023年嘞！哦，现在醒了，哦，哎呦，睡起来了。前几天在睡觉是不是？现在起床了，起床了。第二点，我常讲了，如果我当总统，零到零岁到头七国家养了，因为钱不是我的了，钱可以解决的嘛。你第二点又在傻逼大政策，我在补贴啊，我在补嘛，又会贷款嘛。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，伊阿拉算这数字出来，127070，阿拉算的，来我算你听啊。规划中52,496，哦，这规划中的50,000几户啊，阿未起，所在咧多，唔知，阿咧存70,000户嘛，哦，差不多，阿咧存70,000户，哦，这叫做。以绝标待开工，哦，以绝标待开工，就是无开工，起一个厝上无3年至4年，而且还未开工，标了啊，无开工，无开工偌济，15,927，新建中，哦，就是刚咧起，唔知民国几年会起好，即个偌济啊，33,194，既有加新完工，这个是正，哦，起好啊。这个是柯文哲的，是吧？台北市，哦，加起来上做迄落伊啊，伊即摆阁甲你怎讲？他会完工来，啊，这是啥小？八年增加130,000户，难怪民进党都喜欢跟诈骗一起合作赚钱，本身就是诈骗党嘛，哪来的120,000户？睁眼说瞎话。规划加未完工就多少户，实际完工数就是20,000多户。偏主动，12万、2万、12万，捧咖呢？之前 Toys 都馆长都加水，你是把大海都倒进去了是吧？民进党，你把整个太平洋的水都加进去了是吧？